修脚，给人家看看。对。我们那个，我去见你去瞧。啊？那你不还九点上班？你不九点去、啊？你不还九点上班吗？上？嗯。等你顺着往那边去了，拍那边去。OK。也不知道是你那啥重要，是你体验身体重要，重要。嗯。脱两厚两的袜子都比烟灰重要了。姐妹，晚点再说吧。不是，是的。杜宇说那啥，杜宇不让发这个，发这去吧。发给刀片厂那块儿。啊？发给人家刀片厂里边儿。刀片厂。对。刚好你这儿汗久。有点，嗯，不是。